阿贝我来了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贝哦。今天呢是开服的第六天，那我们要来推图哦。那么在今天呢，阿贝的春历上到了 S 的一个阶级。那给大家看一下阿贝的装备，还有我的格斗之魂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分配哦。那这个春历的部分呢，阿贝是推荐可以带暴击率增加的格斗之魂，因为他的这个被动技能只要暴击呢就可以获得100点的能量，所以春历的暴击率稍微的高一点是蛮不错的，还可以增加我们整体的输出。要随时要小心，要断招。哇，好硬哦，超硬哎！断断断断！哦哟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他的半月斩已经出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还好我的这招比较近一点，不然刚刚就掰了。这只奶妈这么硬，这是在霸凌吗？霸凌现场。好，来到了9-24。怎么我的气好像有点不太够啊？先断他招，他已经连开始连招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连出来了，糟糕，好痛哦！刚刚为什么没有断到啊？我们用另外一招奥义来断好了。另外一招比较好断的感觉哦，就是这个 D 哦，断。接错了，还好有断到招，基本上就比较好打过去了。太痛了吧！只能去祈祷说他没打到 ，OK， 就像这样，断一下，断一下，断一下，快快快快快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应该过了，过了。哦，哇，刚刚是哪一个老人，一拳就灌死我的春历啊？有够 OP 的、欸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来稍微的提升一下我们整体的等级。平均的提升上去好了，因为我们之后就是要到100等嘛。93，然后这边。OK， 快了。我们的春历到时候可以突破了，突破的话，我们整体伤害又可以再更上一层楼了。升起来，踢，准备放断招的哦，断。
28-28 准备要断招喽！断！还想要放必杀、Poison！ 走了走了走了！断！哎，等一下，踢空啊！被吸得太高了是不是？洛斯又来了。我们现在一套都踢不死人了。断断断断断。我、还没死啊！崩山崩山斗是不是？洛斯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？断断断断断断！盖伊死了，英勇牺牲了，见人盖伊。断断断断断！现在关卡来到了9-33，断断断！哦，有点痛，有点痛。忘记了，忘记要断招了，我还在看，我在看我的队友被接招啊，整个在发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好痛哦！再一招，哎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趴掉。我们现在越战多少的战力啊？快越战一倍的战力啊！断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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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！哇，这个相扑超硬的啦，超硬，差一点输，硬的跟鬼一样。两个盖伊耶，吼吼吼，舒服啊！
断断断！快快快！现在这个都打超痛的。9-38。好，看起来应该可以到第十关了。断。OK，BOSS 的关卡了。会不会直接碾压过去啊？看起来好像很凶哦，看起来好像很凶，但是实力不知道怎么样，好像实力好像不太行哦。断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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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接接接，接起来。OK，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。踢爆他，踢到他头壳裂开。OK， 哇，跳出这个礼包330，买一个金装，直接无视它，无视它就好了。这边拿到了一个 A 加的装备哦。好，我们来把这个奖励领一领，吼吼吼吼吼，33000赚了。然后这边还可以拿这个布兰卡。哇，那我们再抽到一只 Blanca， 我们就可以上到 SS 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我们这个主力的一只武将了。